近期一条女子在济南街头裸奔的视频在朋友圈中疯传，各大网站纷纷转载。据网友爆料，女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济南经十路顺耕路附近脱掉衣服，只剩下一条内裤，走到青年东路时全身赤裸。看到这一幕，路过群众一小哥和大叔把自己衣服脱下来为其遮挡。从视频拍摄的画面中显示，年轻女子走到青年东路时全身赤裸，手里拿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一直不停地上下晃动。在车来车往的大街上，女子竟当众将衣服脱下扔在地上，还上前踩了几脚。网络爆料，女子并无异常，而且边走边唱。当女子走到青年东路文教大厦附近时，有几名好心的路人追上她，并将她拦下。其中一名骑车男子和大叔将自己的上衣脱下给女子穿上，网友纷纷点赞。能看清了吗？还行吧。